不听话，给你送走，送到大陆去。买了行李箱，准备啦，装在里面，送走。米克斯凯莉是个对陌生人相当胆小的女孩，但如果跟家人相处，凯莉就会变得超爱撒娇和玩耍。这天凯莉不听话，正在被骂，阿妈便对她说给你送走。凯莉还无辜的看着姐姐，希望能解救她，没想到姐姐竟拿出行李箱并说要把她装在里面。姐姐的举动直接把凯莉吓跑，逃离现场。哎呦，好可爱哦，凯莉，舒服啊、哦，你好舒服哦，哟，吃饭饭好不好？谢谢，爱你哦，欢迎。好。小芳，谢谢。你要，那你要吃什么？妈咪，喝奶奶。你奶奶已经喝过了。吃肉肉，吃肉肉。吃肉肉喝奶奶只能选一个。吃肉肉，吃肉肉。好，那你去爹地那里。